由万象巨变解馋公布首款拼装机甲模型天启，阶段性部分相关灰模资料展示。先来的就是目前天启的打印件并不代表最终形态，部分地方还需要进一步修改，如手臂加粗之类的。背包方面也可以看出蛮大一个的，要是插满浮油炮的话，估计会相当之有分量了。另外官方还录制了一些可动展示，比如后裙甲的联动展开、胸部的一些展开展示和腰部的弯腰幅度展示。可以看得出在弯腰时，无论在前方或者后方都会有不少的联动效果出来，而左右侧摆则是三段式的摆动。最后就是浮游炮的展开收纳展示。那么暂时解馋的资料就那么多了，后续还有更多新资讯将会为你第一时间更新。